你怎么了？你有事？哎，顾总今天帮你补课，有没有别的女人来找顾总？没有啊。没有啊？这就怪了。真的，你快看你朋友圈。我说没有就没有，不是刚那个朋友圈是你发的。说。顾总从来不吃辣的，怎么突然求赞，捡垃圾腿了？哎，你说奇不奇怪？这点一点征兆都没有的，会是谁呀？ 薇了我呀？不会是投资人吧？哎，你说是不是投资人？你有在听吗？啊，算了，跟你说了，说来吧，来来。我才不会告诉你们，顾总就是特意为我点的。你还有事吗？顾总，你要是被绑架了，你就咳嗽一声，我第一时间过来救你。不聊，挂了。 刚才是小 C 吗？说什么呢？不方便说。没。他说你发朋友圈一定是为了一个女人，那我知不知道是谁？真无聊。 顾总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这个辣齁劲儿很大。